啊，这个呢，冰冰姐特地送上这个鲜花。啊，好，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冰冰姐看到石川小姐呢，也非常的开心。好，那么冰冰姐，你还有带了什么礼物要送给这个石川小姐呢？我们来看一下，是哇，台湾的一番美味しい芒果的水果啊，是现在最当令的水果，听说今天从屏东特地送上来的。对，我出道的时候，因为非常盛行，哎，这个歌厅秀啊，这个餐厅秀，所以当时台湾社会非常流行唱日本歌，因此我都是学唱他的日本歌，来赚取微薄的薪水。这是从乌鸡诺咖啡格拉，哦，可以看一下，哇，这从我家的墙壁掉下来的。我刚刚是里面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是カモメという名の小さな酒場、雨をだだだだ海、北の海、海、海。哇，好棒哦！哎，这是这一次的这一次，对对对对。大阪まで行きました。コンサートも行きました。真正的歌迷啊！我去了大阪看他的演唱会，两次都去了，两次都去。哦，是的，你看这么清纯的石川沙莉啊！我希望待会可以在这一张得到他的签名。是是是，哥哥的呢？哎呀，这个，それで、それで。哦，冰冰姐来索取签名了，对 ，CD 都拿来了。上当上的 CD 哪里去哦？哇，还有一个，还有，还有很多，没有吗？还有很多，撕下来会坏掉的。本当に大ファンです。愛してます。啊，真的好棒哦！而且呢，这个冰冰姐今年是40年哈，是，对，然后石川小姐说她是41年，对，所以刚刚对这个两个人相见欢，对，冰冰姐应该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跟石川小姐见面，是的，因为我其实哈那个本子里面其中一本给我好吗？好，我非常喜欢她有一个哈。很洒脱的，你看他今天是非常的亚沙系的 kimono，对不对？对，我喜欢他卡勾伊的样子。哦，什么叫做卡勾伊呢？叫做酷，你看，酷，很酷的样子，酷的样子。哦，喜欢这样子的造型。哎，我记得哈，我看过他这样的一个很可爱的表演哈。哦，这个是那个场刊。对对对对，就是他演戏的时候，我喜欢用 doki。啊，所以在他唱的歌也就很自然的会有那个。那个很帅的动作，对，小男生的感觉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很帅。是，这一次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表演啊？嗨，お芝居はしませんけども、やはり今日は見ていただいてこういう着物も、いろんな着物を着たいと思いますし、お日本ってこんなところがあるのねっていう歌をお届けし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そうですね。这一次呢，虽然没有在我们的演唱会里面有表演这样的演戏，不过呢，我有带来非常多很棒的和服，以及呢，也带来很多我们日本地方性的歌曲，让大家可以听听看。哦，原来日本也有这样子的歌，民谣。他对那个日本的民谣也特别的厉害。嗯嗯。もう日本中の民謡をも歌いたいと思います。哇，希望能够唱透所有日本的民谣。现在可以一点点唱一次。哦，所以冰冰姐是小粉丝的身份，又要签名又要听现场。哇，太棒了！这种民谣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唱的，这样子，对。我的 Kinai 的是哦，但是台湾有一首国民歌曲，就他的歌大家都会的，就是大家都会的《金青海峡》。所以东景，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点唱，希望那一天一定能够唱。
はい、じゃあコンサートではもうぜひ歌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相信那会成为一个全场大家大合唱的歌。那我一定会在演唱会里面演唱的。对，台湾と日本がもっともっと歌と音楽で仲良しに近くなるように、そんなステージを。お届け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希望呢，这整场表演可以让台湾跟日本透过音乐更加的友谊可以更深。あのとっても嬉しいですし、あの台湾の皆さんっていうのはなんだかすごくあのやはり日本にいても身近に感じるんですね。そしてあの日本が大変な災害を受けた時も大きな大きな応援をしてくださって。ですからそういう意味でも何かまた私も台湾にこういう歌と音楽で感謝の気持ちをお届け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し、あの同じ40年の道を歩いていらして、元気にこれからも一緒に歌っていきましょう。わかりました。私の名前も覚えてくださいね。パイピンピンさん。はい。パイパイ冰ですよ。刚才石川小姐她是讲说，看到冰冰姐收藏的东西了，她觉得非常的开心。那么其实她人虽然是在日本哦，但是她一直觉得台湾其实是一个很亲近的地方。那不管是平常透过各样的资讯，甚至在是赈灾的时候，也得到台湾非常大的一个支持跟鼓励。所以今天她有机会站在这里，真的觉得非常开心，也可以希望借由音乐。让台湾跟日本之间没有国界。那么呢，这一次也是他的40周年。对，冰冰姐是40周年。那希望以后我们两国之间透过音乐能够让友情加深。是，尤其其实哈，他唱歌最后的一个那个 pose， 不管是。津軽海峡冬景色，我都非常非常感动，然后唱到最后这样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我们刚说石川さゆり on stage， 我们希望一定能看到，因为他有很多的像这个阿玛尼歌，阿玛尼歌。我都看得非常仔细。对，那有没有可能那个石川小姐那个 ending pose， 今天跟冰冰姐在台上大家一起来做一下，一起做一下好吗？对啊，ending pose。好，你开唱好了，冰冰姐。あの津軽海峡それでも天城越え、どっち？どちらでも。じゃあ津軽海峡あ一杯あ一の三。津軽海峡冬景色，太棒了！今天谢谢冰冰姐来，谢谢。谢谢